肖战连续三天不间断更新短短几个小时，观看人数突破1600万。近日，来自肖战的惊喜可谓是一波接着一波。继8月29日，携手合作品牌 TODS 发布了秋冬宣传大片，以及8月30日的游泳大片后，在8月31日，肖战再次更新了一条动态。而随着这条动态的发布，这也标志着肖战已经连续三天更新了动态了。在最新发布的动态中，肖战则是携手品牌真力时更新了一段全新时间概念大片，而毫无疑问的是，在这段大片更新后，同样也是收获到了超高的热度，不仅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点赞量突破了270万，观看人数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600万之多，并且这个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的增长。由此可见，肖战那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绝对不是说说而已。另外，在真力时的这段宣传大片中，肖战以黑色长袖 T 恤亮相，可谓有着满满的总裁气质，特别是再加上肖战那独旁白声音，简直称得上是魅力值是爆表，让人有听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。当然，带给大家双重享受的肖战，可以说也是再次体现出了他那超高的商业价值。因为从短短几个小时就收获到的超高热度与反响来看，也是将此次的宣传的成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商务领域的非凡成就，可以说也是肖战在事业上大跨步前行的一个缩影。因为不管是演员也好，还是歌手也罢，肖战如今在每个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也是越来越出众。当然，越来越出众的成绩不仅是肖战一直努力的结果，也是肖战自身优秀的一个必然。肖战。